嗯，三个月龄。主要是急死了，知道吧？急死了，无法不过。还有魔棒、有仙草，刚刚拼起来我必死了，我是没仙草的。
我们家真有太吵了。三号位好吧，凑合宰一宰，不用扫五百发。有大吗？英文。他在干嘛呀？他甩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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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墓碑先 A 了，要不然后排上不去。杀过鸡吗？这盘中路上高有杀过鸡吗？那我滚一波吧，滚一波水源吧，水源滚到盖里。你们推吧，你们推吧。哎，水源刚刚死之前转血了吗？他死之前有没有转血啊？对啊，转了点，转了点。就死的时候还在转，还是死的时候没转了很多？是吧？都滚死亡。我不一定滚得到啊，狮王他妈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。没事，你们推就行了。对面这个走位，我感觉有机会啊。可以啊，大哥，对，怎么样？2500税后25%，我操！我看他们走位在这边站着，我就感觉军团跟哈斯卡肯定要被我混死一个。这哈斯卡出的不是肉装。
其实前期是吃的是你想打不要吃的是节奏，杀人节奏也好，推塔节奏也好，刷钱节奏也好，尽量是又能杀人又能刷钱又能推塔，这才是爆炸水准。